猫咪哪种行为代表饲主很爱它？疼爱猫咪的饲主，猫咪出现哪一种行为的频率更高？我的答案是 B。赵永华养猫 A。林俊逸养猫 A。但咬其实是它在玩。猫咪咬你的时候，你看它是怎么咬的？如果它是咬住之后，它头一直甩，那是攻击性的咬，它是要杀死你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